大家好，沙天。哎呀，我刚看到一个这个纯光队，我觉得还不错哦，就抄作业。然后呢，也感谢小东分享在群组里面哦。那我会把这两个的影片连结放在我的那个影片说明下方。因为呢，这个纯光队的角色我都有，然后我觉得就还蛮好用的。首先是这个国剑御哦，因为呢，全体补血，所以说安全性就比较高。然后呢，它补血之后呢，又可以帮所有光系的角色 SP 加三。那这样子在计算 SP 也会比较简单一点。那至于说天使的话呢，我是有涂山嘛，毕竟天使是我刚接触飞染天空的那个 AB 联动嘛。所以说呢，先清掉一只之后呢，这样子攻击压力也会比较小一点。然后再加上这个光的国剑御啊，它的那个 DP 恢复是缓缓恢复的，所以这样子相对就会安全一点咯。我只有光的四妹我是图灵啊，其他应该都可以抄吧。那我难度调低个2级好了，133看行不行哦。诶，开场的站位我有点不一样，但是没关系哦，试试看哦。因为我觉得跟 BOSS 一开始打谁也会有点关系吧。好，我们就先来一个星野，再来就是普攻吧。来继续普攻揍人哦。3回合对方要全体攻击了，所以说呢，我们稍微换一下人哦，要吃下这一发哦。哎呦喂，还好没破盾哦。啊，糟糕，我这个爆裂泡泡啊，SP 不够。来，我觉得可能流程上会有一些不一样哦，因为我的这个突破有点不同了。然后依照 BOSS 前面的攻击对象呢，我觉得也会有一些调整吧。但没关系，我们就试试看哦。再来的话呢，我可能要先让自己重点保养一下，不然的话呢，我的那个四妹哈，她的 SP 不够。哎，屁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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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怎么破盾了？不行不行不行！重来重来重来！再来第4回合哦，都是给后卫上 buff 的，上连级，然后呢补血加 SP 三，大家都是光属性，都吃得到。哎，啊，天哪，怎么打四妹？3个征服。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的那个可怜也会破盾，直接哈，开了开了开了，来，一人一个脆弱跟降光防哈，哇，只是接下来我要救这个护盾就有点讨厌了。好，你也来一个，但是如果少一个敌人的话呢？可能威胁性会稍微低一点吧。钨丝弹打一个，只是这样子的话呢，我要想办法把我的那个国剑御的 HP 给加上去哦。好，来，大家都有2个连级小的。哇，然后这个 OD 大补啊。好，可以解决吧？啊，不行解决哦。看来我要调一下我的这个数值了哈。好，那稍微再调整一下，就是把什么力量啊、灵巧啊，然后以及那个什么就是装备啊，再调整一下。那刚刚终于把第一次干掉，可能是因为这一次积分呢，有这个暴击力减少，不知道是不是有碰到没有暴击增加的状况。那我的技能没有全满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哦。那再来怎么办呢？就随便打吧哈。这里的话呢，随机应变，因为作业的话呢，肯定是不一样了。毕竟我还要花13 SP 去救我的那个破盾的哦，啊，我就一拳一拳揍哈，难道我要揍到 OD3 吗？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他把我的技能给封住了，完了完了，又要浪费回合了，天哪天哪，13回合了，难道打到 OD3 吗？
好啦，就这个样子啦，这样可以进 OD3 了吧？啊，糟糕，这个没有那个什么 OD 数量哦，差一点点。普攻行吗？哎，算算算算，吓死我，吓死我！激发后卫攻击力啊，真的是在打什么东西哦？嘿，哦，还好有追加回合哦，救了一下。好啦 ，OK 啦 ，OK 啦，加油加油加油哈！叠的满满满哦。我做了蠢事。谢谢各位，我做了蠢事。然后我刚刚发现啊，竟然我的光四妹啊，我这边都没有升哦，也代表说我之前都没有用它哦，哭哭哦。好，升完了，升完了，升完了。好，再试最后一次哈，最后一次。好，这最后一次哈，打不高位没办法，先确认一下 boss 哦。两个下降，两个脆弱，两个降防，然后我们的主角天使，哎，两个泡泡，两个心眼，两个暴击增加，这个是东城师的哦。然后呢，两个技能增加哈，都有了，而且是在 OD3 哈，不行，我也没办法啦。可能还可以加个斗志吧。OK， 9000万了。我如果说早点复活 DP 的话，或许我刚刚后面我还可以上一个斗志哎，没关系哦。哦，终于100万了，谢谢作业哈，难度132。其实我都破盾，我难度可以再调高一点啊。哦，终于哈获得了这个黑讲座。OK， 那就感谢作业大大。其实我的饰品也没有洗得很漂亮哈，这是天使的。然后其他人的话呢，就诶差不多就是那个样子吧。对于技能的话呢，像我这个的话才诶等级5而已。然后我的四妹啊也是简单升一下后升个等级5而已。好啦，那这影片就到这个地方啦，谢谢大家观看。那我是阿天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